聪明人追求的不是自己能做什么，而是自己不能做什么。苏东坡在《贺欧阳少帅致仕启》中道：“大勇若怯，大智若愚。”真正的聪明人凤毛麟角，多的是自作聪明的愚人。一书也曾说，聪明人无谓争义气。对于聪明人来说，最大的智慧就是管住自己的嘴，懂得什么话不能说，什么事不能问。不问三件事：一、与你无关的事别问。世上事千头万绪，庸杂万千；世上事又简单明了，枝叶分明。有人曾说，世上只有2件事，关你屁事，关我屁事。人总会把自己看得格外重要，认为离了自己，地球就会停止转动。其实你没那么重要，地球离了谁也照样转，别人离了你也照样过得好。与你无关的事不要瞎打听，你可能是好心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你这份好心。你的好心办了坏事，既是给别人惹麻烦，也是给自己添堵。2. 未来不定的事别问。老话说得好，闷声发大财。对待未知未定的东西，最好不要问东问西，保持平常心，努力就好。谁都没办法掌控未来，我们能做好的就是把握现在。对于未定的事，着急忙慌的发问，反而会扰乱现在的心绪。心绪一旦被扰乱，做事就不能一心一意了。现在不能一心一意的努力，未来终是镜花水月。增广贤文中有云：“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”做好该做的，不问未来，不念过往。3. 刨根问底的事别问。学习刨根问底是好事，但生活中刨根问底反而会伤感情。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友。刨根问底，刨地越深，伤得越狠。糊涂是一门大学问，有时候假装反而是一种保护。对于别人不想让你知道的，不要一再追问，非要搞得清清楚楚。世界不是黑白分明的，在黑与白之间还有大片的灰色过渡地带。不论是朋友还是爱人，不论是父母还是子女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呼吸的空间，也都会有不能言说的感受，掌握大致就好。2. 不说5句话。1. 废话不说。口无刀锋却能杀人，言语舆论是最厉害的武器。瓜田李下，3人成虎。很多时候闲言闲语传来传去，就被当成真理。看过一则颇有禅意的故事，一位弟子匆匆忙忙跑来找禅师：“师父，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，你绝对想象不到的。”“等一下！”禅师毫不留情地制止了他。“你要说的这件事情用3个筛子筛过了吗？”“3个筛子？哪3个筛子？”弟子不解地问。“第1个筛子是真实，你告诉我的事是真实的吗？”“不知道，我从街上听来的，大家都这么说。”弟子答道。“好，那就用第2个筛子去检查。”禅师接着说：“就算不是真实的，也应该是善意的吧？”弟子踌躇地摇摇头：“不，正好相反。”禅师不厌其烦地继续说：“我们用第3个筛子继续看看。你这么急切地要告诉我，事情是很重要吗？”弟子回答：“并不是那么重要。”禅师语重心长地道：“既然你要告诉我的事情既不重要，又不是出于善意，更不知道是真是假，那又何必说出来呢？说了也只会徒增烦恼。”人在世间走，学说话不难，难的是会说话。若你所说的话不比沉默有价值，选择适时止言才是明智之举。聪明人不说闲话，也不在意闲话。静坐常思己过，闲谈莫论人非。空闲时候多看看自己，闲话废话不过是浪费时间。浪费自己的时间是慢性自杀，浪费别人的时间是谋财害命。聪明人会做时间的掌控者，把每一秒都用在刀刃上，不说废话，不要说一句瞎一句。2. 心里话少说。见人只说3分话，未可全抛一片心。古语有云：“画人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”人心隔肚皮，可能你的真心话反而成为别人捅向你的匕首。交浅言深是人生的大忌，不要把所有人都看成是你的朋友，不要把心里话说给所有人听。人长大的过程就是了解世界慢慢孤独的过程。少说心里话，你的心里话并不是所有人都会珍视，可能只会给别人增添笑料。毕竟心里话需要说给懂的人听。3. 怨话不说，亡羊补牢犹未晚，怨天尤人无意义。少说怨话酸话，遇到问题首先要从自身找原因。羡慕别人可以有，但羡慕不能嫉妒。如果只是羡慕，那便会产生动力，推着你进步，奋起直追。但羡慕一旦变质，变成了嫉妒，那人的心理就会失衡，行为也会偏激。怨话少说，不要成为负能量的传播者。人人喜欢温暖的太阳，没有人喜欢阴暗的乌云。怨话说得多了，朋友就少了。有说怨话的力气，不如迈开腿，挥洒汗水。4. 假话不说，假的永远成不了真，不论美化的如何好，假话总有被戳破的一天。就像大大的肥皂泡，阳光照射下虽然绚丽，但最终定会走向破灭消亡。聪明人不说假话，你说了一个假话，就需要用1,000,000个假话去圆它，就像滚雪球，越滚越大，最后脱离你的掌控。你说一次假话，就会给人留下一个不靠谱的标签，标签贴上容易，摘下来却难。当你假话说多了，你说真话的时候，别人也以为你说的是假话。5. 大话不说，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，人贵在自知。聪明人从不会自吹自擂，不说大话，他们从来不会随意承诺超出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情，也不会答应别人的要求。只有真正的聪明人才不在乎面子，不需要用大话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。不说大话，说出去的话要实实在在，自己不能办到的事情不要答应，答应了办不到，不仅是给自己找麻烦，而且在对方那里也讨不了好。每说一句都在炫耀显摆，时时犹如开屏的孔雀，只能让人觉得肤浅厌恶。真正的聪明人从来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，而是知道自己不应该做什么。聪明不是假聪明，不是小聪明，而是把人生的大智慧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聪明人追求的不是自己能做什么，而是自己不能做什么。不是所有的话都能说，也不是所有的事都能问。当你学会适当的闭嘴，那就掌握了聪明人的大智慧。与朋友们共勉。今天分享到这里，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并且让你深有感触，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